石纹与半透晕染的巧妙结合，这样的独特款式又该怎么做呢？今天艾米依次教大家两种技法，快准备好这些工具吧。完成底胶打底后，用平头光疗笔取小鹿笔刷胶的35号乳白色涂刷整甲，照灯，重复上色。照灯。
多色晕染讲究层次，颜色的选择和技法都很重要。赶紧来试试今天的款式吧，商品链接就在下方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